Will the following competitors please... Representing the Republic of Korea, Min Jung Kwak. 我们看到作为第三组最后一个上场的是来自韩国的郭敏珍。他今年是18岁，昨天短节目的排名是排在第9位。他选择的音乐是《随想波西米》。
这名运动员也出现了几个小错误。借着时间呢，把关于旋转周数的要求，给各位观众介绍一下。大家都知道，短节目当中严格的要求，你比如联合旋转和换足转，每只脚至少转六圈。那么跳节转和一种姿势旋转呢，至少要转八圈，这是短节目规定。到自由滑规定稍松了一点，但是也有周数的规定。你比如说，联合旋转，如果换足的话，那么至少总圈数要在十圈。跳节转和一种姿势旋转至少要转六圈。所以说，你不管其他方面你定的难度多么高，如果旋转周数达不到这最基本的要求的话，那么裁判员会在记录仪当中给你减分，因为定级的问题归技术主管，而记录仪扣分的归裁判员。除此之外，在旋转当中还有一些圈数要求。你比如什么叫旋转？这要转原地转三圈以上才构成旋转。如果我在旋转的刚开始的时候转两圈就跌倒了，下边就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么就不认为是个旋转。关于两圈的要求，在很多情况下都至少要转两圈。你比如说男的姿势变化，不管是直立、蹲踞还是厌世，你变一个男的姿势，要在这种男的姿势下至少转两圈才承认是男的姿势。你转了一圈多根本白做，等于没有男的姿势变化。再比如说旋转中的跳起同足的起落的跳，那么在跳前跳后都至少要转两圈，在变印前变印后都至少转两圈等等。这是两圈最低要求。三圈的最低要求呢，是躬身转的正变侧，侧变正，或者说是双向旋转、逆时针、顺时针旋转，都至少要转三圈。我们看到的自由滑得分是81.80，加上短节目的48.72，现在是它的总分是130.52，目前是排在第四位。